撰写 VBA 程式的你可以把它固定步骤嘛，哦，一 Visual Basic 啊，开起来，啊，二的话呢就是模组啊，记得按右键插入一个模组 ，OK， 三的话呢就是 Sub， 给它一个名称，按 Enter， 然后再跑个回圈，啊，然后一个回圈是输出结果，一个回圈是输出空的资料，这样的话呢，它就可以完成了 ，OK。好，这个其实还蛮好用的。工作上其实很多地方哦，如果你本身已经有写了一些 Excel 的公式的话，那这个方法就可以很快完成。好啊，比较难的就是说了哈，如果你要把原来的这个公式变成 VBA 里面的这个函数，或者 VBA 里面的叙述方法的话，那你可能就要知道说，我要怎么样把公式里面的东西分别转换成 VBA 里面的叙述方法 ？OK 哈，所以基本上的话呢，会有三个地方哈，可能会需要特别啊。其实 MID 可能就一二三嘛哈 ，MID 这部分应该可以略过了，因为 MID 在 VBA 名称也叫 MID， 所以这个地方倒比较没有太特殊。只是 file 的话呢哈。在 VBA 里面，它没有 file 函数，它叫 instr，I-N 哈 ，str， 那其实还蛮好。in 的话就在这个 str 的话就字串，在这个字串里面帮你找什么东西，那跟 file 函数很类似，哦，也是需要两个参数啦，只是说这两个参数的那个位置刚好颠倒，它是先给它什么资料，再去找什么。什么什么关键字 ，OK 啊，其实 instr 也可以拿来做全文检索了哈，比如说你要找某一篇文章里面有出现什么样的关键字出来，也可以用 instr 的方式来找啊。然后 if l 的话呢，就是做 if 逻辑判断，判断什么呢？假如它找不到的话，那 find 找不到的话是会出现井字号开头的 value 错误。可是 instr 的话呢，它如果找不到的话呢，它会出现是零，零的话就找不到。OK， 那如果找到的话呢，比如说第三个字它一样输出三，那这个如果找到后括弧就九。OK 哦，那也就是给数啊，找不到就零。哎，所以呢，我们也可以做逻辑判断了啊，只是说要怎么样把这个公式转成 VBA 的表现形式啊，这个可能比较困难。那怎么做？首先一。一样切到 Visual Basic， 二的话呢，一样怎么样？把刚刚的那个这个干脆偷懒一下哦，甚至可以把这个整个抠过来，哦，直接拿来改。那改的话怎么改？一把名称改成刮胡字串，好 OK 好，哦。二的话呢，我们先解决 Find。那 Find 的话呢，就是说哈，我们一样跑回圈。那回圈的话就一样是 for i 等于2到10哈，然后呢，我们需要做什么呢？如果我 find 找到前括弧的话，那其实在 VBA 里面有个好处了哈，我们之前是用贴的，可是在 VBA 有个好处就是你可以加变数，比如说我今天找前括弧，如果找到的话存在 a， 所以你可以什么 a 等于好啊，一样打一个 VBA 点。我们就不能用 find， 因为这里面没有 find， 它没有没有 find， 它没有 find， 所以有另外一个函数叫 instr。那会怎么知道了啊？其实也是按 F1 啊，也就是我刚刚跟各位讲，你可以按 F1 之后的话哈，去把最好啦。那如果你真的要完完全了解 VBA 的话哈，就是按 F1， 然后呢把这里面稍微 run 一下，它里面有一些相关的那个函数哈，它叫函数哦，那你可能要。把它 run 一下啊，其中的话呢，就有哪一些你将来可以用上的哦啊，比如说其中的话，数学啦，它也是有分类哈，哦。那其中的话，这个应该是文字类函数哦，在这里没找，那就是可以往下找，哎，这边有 instr， 啊，哦，也可以找到。那我们如果说用这个 instr 函数的话啊，那我就可以什么前括弧啊一样，哎，去找，它会跟我讲说跟 find 刚好颠倒，我查了一下。他是先去哪边找啊，哦？去这里面找，这里面的话是 A 哦，所以你就打一个 sales。
那本来应该是第这个应该是三啦齁，或者二嘛齁，那我们就把它改成 i， 第 i 列的 a 栏，哦，去帮我 i 列的 a 栏里面怎么样找一下，找什么逗点，找前括弧，所以找前括弧看看哦，哦，那你帮我找一下，如果有的话呢，那就跟我讲哦，所以这个是零，这个是三，那找后括弧的话呢，一样，所以把 a 这一行哦复制下来，改个 b 就可以了。a 的话是前括弧 ，b 的话是后括弧，所以把这个改成后括弧哦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哦。把找到的位置先存在 A 跟 B， OK， 那这个也是 VBA 的好处啦。 VBA 的好处就是它可以产生一个变数，把你找到的资料暂存在 A 跟 B 啊，这个名称可以自己取，你不叫 A 跟 B， 你叫 X 跟 Y 也可以。好 ，OK， 那我就知道说哦，这个都零，这个的话呢就是三跟九，那这个的话是三跟什么？三四五六七八，三跟八 ，OK， 好。那如果我再来的话，就是切字串的话，就是不是这一串了，这把输出的话呢，就是帮我切割。那切割的话，其实 VBA 里面也有 mid 点 mid 一模一样哦。前括弧，哎，也一样是三个三个参，第一个参数是从哪边切哦，从这边切啊，所以这边的话应该是这个，所以偷懒一下，这个哈。Sales I 列的 A 栏哈，从资料里面切，那切逗点，从哪边切？应该是从 A 开始切。A 的话是前括弧的位置啊，不是不包含前括弧，所以加一逗点几个字啊？从后括弧的位置就 B 减掉前括弧的位置，那因为会多一个位置，所以减掉一。哎，这个规则跟刚刚的公式还蛮像的。然后再后括弧一下，好，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基本上哦就写完大概了。但是目前哦，我们来 run 一下看，我先把这个资料清除掉。但是我现在执行的话呢，会不会正确哦？我把它执行，哎，侦错一下哦。那各位可以看到哦，为什么错哦？其实主要是针对这个赵大鹏 ，A 等于多少？零。我刚刚讲哦，因为它没有前括弧。B 也是等于零，那零零那就怎么样呢？如果我今天呢 ，A 加上一是等于一，没错啊，从第一个字开始啊，不对啊，主要是这个几个字不能是复数的。可是你会发现哦，因为它是零，零减掉零再减掉一，那边负一，负一个字没这个东西了哦，所以呢，这个一定会出错啊，怎么办？哦，就是我们刚刚讲 if error 是过滤啦齁啊，只是说这个 if error 在 VBA 该怎么做，顺便跟各位讲一下，在 VBA 里面要做逻辑判断的话齁，就是用 if， 如果当什么情况下齁发生的时候你才去切割这个字啊，什么情况下呢？当然哦，我们是 A 不能是零，不能的话是这样的，等于是40的话，那如果不能40就不等于的意思啊，不等于的话 VBA 是写成这样子，我印象中 Excel 也是写这样，不等于0的时候空一格，然后才能去做下面的事情啊，记得哦，它有点像一个闸门，所以呢有头有尾 and if， 所以呢如果我要再做这边做一个逻辑判断的话，记得它的头在上面，尾巴在下面，所以啊，基本上啊，这个可能要顺便学一下，将来哈，如果你要做逻辑判，因为 在回圈里面常常做所谓的逻辑判断了，逻辑一定是 if， 逻辑写在这里，如果当这个条件为 true 的时候，它才去做下面的事情，那这个是结束哦 ，OK，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？假如说这个出错哦。那在 VBA 里面有一个出错的好用功能的、啊，当然你可以停止重跑，不过以我的习惯哦，常常这样了，我就直接写改完成是说把这个箭头呢移到哪里，移到上一行，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今天希望程式哈、哦、倒车的话，
其实你会发现哦，在 VBA 除错还蛮不错的。那你可以移上来，意思就是说哈，你帮我重跑一下这一行好了。那它这个地方看一下，如果这个条件 A 不等于零，那现在 A 是不是等于零？A 等于零，哦，所以呢 ，A 等于零的话，那是不等于是 false 的话会怎么样？请你按 F8 或者按什么侦错里面的逐行了，就这个。也就是只要跑下一行就好了 ，OK。那你会发现哦，它会怎么样 ？False 就不进去，意思就跳过了。跳过的话呢，那就不会执行刚刚那一行了，所以哦就不会发生错误了啊。所以哦，这个 if else 这个架构哈，有点像是在那个什么，在 Excel 里面的 if else 避开错误的意思，只是改成像这样子。好，这个可能要特别。注意啊，因为未来哈回圈里面一定会配合逻辑判断啊，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，那也是重头戏啊。因为VBA 之所以哈能够这么方便啊，就是说它可以重复做之外，还可以帮你连续判断。那判断就写在这里就好了，有点像一个闸门啊。如果你有悠游卡啊，刷了就可以进，但是如果你没有刷，那就不能进，意思一样，有点像一个闸门哦。他就跳过，就不行。那再来的话呢，下一个，所以哈、哦，这个 I 现在等于3，就意思说是第三列了哈、哦。那找一下这个 A3 的资料有没有前刮弧，有没有后刮弧，有没有找到？有3跟9，所以呢，它这个逻辑是不是等于零呢？哦，它不等于零，所以不等于零了，所以这个条件是不是 true 就哦。开，你可以进到里面去了，有点像你悠游卡有刷，好，有刷了，进到里面哦，然后呢就可以怎么样，帮我把结果输出过来了 ，OK， 好、哦，所以这边你会发现第三阶关就 OK 了，那所以底下都一样了，所以把它全部执行，这样子就大功告成 ，OK 好、哦，所以这个当然相对又是更难的啦。那我们刚刚重点就第一个，把 find 改成用。Is in three 哈、哦，另外的话后面就不用说还要贴一直贴啦，直接用变数就可以搞定了。所以用变数的好处就可以让程式啊、哦、变得比较好理解，而且比较简短。OK 哈、哦，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啊 mid， 然后再配合 if else 的话就是用逻辑判断。OK， 那请各位试试看哦。那这个程式比较复杂啦，云端上也有，所以请各位。可以查一下那个云端上面的OK， 应该是第几行？第4行的地方 ，OK， 好，试一下。